一箭双雕结束季，从去年十二月中开始展出了后，是得到真侪民众喜爱。其中创作团队设计的艺术景观，阁是因为利用海洋废弃物所来创作，因此是受到大家注意。除了是将环保议题表达出来，这作品阁来得到德国柏林设计奖。但其已经无剩几天，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来七股来观赏。外面顶的鱼壳呈现海岸的下白。以浮球表现海域，一项一项的海洋废弃物，经过团队的创作了后，设计出地景艺术。这是七股岩山的一箭双雕艺术季，对去年十二月中开始展出，而这也是因第一次得到国际奖项的殊荣。我们都知道柏林设计奖呢，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参与跟竞赛者，那全世界都会去报名。那我们也把我们今年的一箭双雕艺术季的作品去报名参加，那当然我们很高兴跟全世界各地各个国家地区的这些团队去做竞争，那我们也很高兴他荣获了我们是一个银奖。创作团队利用七个在地特色盐甲渔业，将海洋废弃物转化成为美丽的艺术品，表达永续发展的理念，也提醒民众环境保护的重要。那我们很期待说，我们透过柏林设计奖得奖这样的一个讯息，也让全世界的人看到我们台南，也看到了云嘉南，当然也看到我们的盐田文化，然后让我们知道说，哎，我们的盐田，我们的盐文化不只是实用而已，它也是一个艺术。一箭双雕艺术季的展期剩最后几天，除了有海洋废弃物创作出的地景艺术。也有大人囡仔拢喜欢的放假人物，民众会当把握机会前往欣赏独特的艺术作品。记者沈墨颖，七股区采访报道。